频道终于突破70万订阅大关啦！那么接下来呢，我也会遵守我的承诺，送出 iPhone 11 Pro 来回馈给你们。你们现在只需要确保已经订阅了我的频道，并且打开了小铃铛，还有追踪了我和 Cherry 的 Instagram， 之后我就会从中挑出幸运儿，把这个 iPhone 11 Pro 送出去啦。所以我们继续看影片呗。哇，今天的天气好美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元。哇，这个阳光真的是不能够把眼睛开大大咧。哇，不行，我还是要进房间。OK， 现在那个光线就比较舒服，然后眼睛也可以自然的开大力一点。今天呢，我要来当一日废物男朋友。讲废物男朋友呢，就是我今天我会在楼下一整天在那边打 game， 打王者，打游戏，打什么都好，就是我他会躺在那个椅子一整天，这样做一个废人，这样做一个废物的男朋友。然后 Cherry 他会叫我偶尔去做一些家务的嘛，比如讲洗衣服啊，晒衣服啊，因为家务我们都是轮流做的。然后如果他叫我做家务的话呢，我就会不要啊，不理他，继续打我的王者，不要理高啊。然后他不管怎样叫我都好嘞，我都是敷衍他，就啊，等下先啊，这样，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反应。总之，我今天的任务就是要当一日废物男朋友。OK， 不多说 ，Let's go。你都不厉害了，不用打啦。我这种比较高段位，不厉害就是要练嘛。兄弟，你要帮我玩？嗯、现在要回复你。你不要回复先，你帮我去拿一杯水给我一下。快点，我打给你们认真的、哦。你又不是排位啦。你帮我拿可以吗？我死哦。你麻烦了、哦。这样做一点东西，硬啊。冷水啊！啊！我不要冷水，我要38%热，70%冷。30%热气，30%热，70%冷。你要怎样喝？你都玩这个？喂我喝啦！哟，我还要问，来。我要自己喝啦，都是。你喂我喝啦，可以吗？你看，我要给他打死哦。你就输了耶。你讲我输，我会赌软的。我不会输的，我是。你讲我输，我输哦。有没有70%热？30%冷，哎，30%热，70%冷。热啦，也是水啊！怎么啦？放这啦！我你拿住，放住，你要会倒掉，快点拿住！你又玩什么？你不要问我啦，你去晒衣服啦，快点啦！我就是等你玩完了我一起晒。怎么你要等我一起晒？我死了，你一直跟我讲话怎么？谁呢？谁？
我骂。骂什么？嘴巴，我该吃东西忘记骂。我现在想到，我死哦！你看我不挂倒。嘴巴，那你死哦！你自己骂。不要，我要哭过了。嘴角那边肮脏吧，一点点吧。那都没有。连好友我叫你做梦，你都做了吗？呵。来，我杀好了，来杯奶茶水给我。自己拿在那边。喂，我不要起来。你看我两只手握着电话吗？我不要起来。快点去。自己拿，很近不了了，更远。更远。自己拿。这样我不要喝了。我懒得起来。煮啊。煮啊，晒一样。你去晒啦，你这样得空。你现在都没有听错。你也是得空吗？你玩 game？ 我上排位。你这是 B 站，我看到了，你不要骗我。一样的啦，总之我就是要练习的队友嘛。你先不要开始啊，你先。我开始哦，帮我爬在我被窝那边。爬不是打，下面一点，下一点，不是左边耶。喂，那 first blood 哦，你看。不要玩鸟死哦，都不要玩鸟。还没有死 ，first blood 不了，装多一杯油。你装啊！我要。你喝完先啦、啊。你装先啦、啊！我要20%热，20%热，80%冷。20%热，80%冷，28。那。你多少%热这个？我死了，你可以喂我喝水。快点！警察！你不要等我，你去晒先。不要，我等你。怎么这样？干嘛叫我晒先？你想在哪边？聊什么天？你没有看我在打 game 吗？可以啊，你玩很多场啊。等下天暗了，我晒不到。我叫你去晒先，那我讲10多、20次、368次了哎。你去晒先，你一个人都不能晒。叫你晒哦，在玩呐、啊。不要啦，我打到一起点了，你去做先呐。晒不重要还是打 game 重要？当然是打 game 重要啦。打 game 重要、哦。死哦，死哦。死啊，不是。有没有20%热？我都以为阿哥啊。讲了，我今天会一直玩，我一直会在玩，因为我要练英雄，所以你去晒衣服，快点。晒了再练。不要，你知道晒一个衣服我可以打多一场吗？看到吗？60ms 啊，在马来西亚极难得。喂 ，Lisa， 你去晒一下啦。然后我要人家陪我去玩。谁？这样子，他有可能打我。有时候他感觉打 game 都不要，就是做自己的东西，一直打 game， 早上打到现在呀。喂，那你有？这样我就来玩喽。如果你找其他男生玩，我跟你玩呐、啊，这样子。不要，你这样喜欢玩吗？你自己玩呐、啊。他追我了。小莫，你跟谁玩？不要跟人家玩啊！喂，怎么我还没有看到你的？不是叫你开房吗？谁？我现在开房哦，然后我拉你哦。你跟谁玩？你不要玩现在，我打完这场我就去晒衣啊。打完了，打完了。我已经开始了。不要啦！你再喜欢玩，你玩啊，你继续玩，我跟其他的玩。我去晒衣。不要，你自己晒。我去晒。到晚点的时候。你都做我啊！我已经知道看在那里啊，你不用拍我。啊？
你知道啊？哈？这样我不就手嗨这样哦？你手嗨这样啊？你什么时候知道？我跟你讲。所以你找人家玩是真还是假？假的啦，我哪里有人哦？谁玩王者来加我啦哈？不要不要不要！在打 game 的时候，我不要理我，这样子我就教你们玩了、欸、，OK？ 你对我的了解，你觉得我有可能这样一整天打 game， 然后叫你做家务，然后叫你拿水，刚才就是这样，还要20%热，80%冷，你刚才就是这样吗？不可能的吗？你想一下也知道吗？是不是？所以那个什么啊，说明啊，忘记了，随便讲了。阿 Ken 啊，所有看这影片的阿 Ken， 请在这个影片下面留言。所以是没有阿 Ken 这个人的、啊，知道？可能有诶。可能有哎、欸、啊，可能有哎、欸，耶、yeah, ！所以今天这个影片我不懂算是成功还是失败啦？怎样哦？不知道。OK， 今天这个影片呢，今天这个主题呢，除了想要当一日废物男朋友之外啦，其实我还想要透过这个影片跟你们介绍一个东西。那讲到这边，你们先不要关掉影片，因为这个东西我相信看着这个影片的你们都非常需要了。它就是一个加速器，这个加速器的名称叫做。回家令叮 OK 回家令这一款 apps 呢，它是一款专门为海外华人用户推出的一款加速器，这一款加速器可以让所有的海外用户更方便更便捷的使用到中国地区的资源。 OK 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就是那个回家令加速器的那个 apps 的页面，一点进去它会是这样子的，然后你可以影音加速啊，就比如讲有一些比如讲中国地区的一些影片，可能我们这边是看不到的，但是透过这一款 VPN 加速器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中国地区我们所看不到的那些视频啦。另外一个最大的重点呢，对我来讲啦，因为我是一个有平常有打王者、有玩一些手游的游戏的人，所以呢，这一款加速器呢，它还有游戏加速，所以我就放了一些我通常有在玩的几款游戏，这个是吃鸡咯，然后这个是王者咯，然后你就可以加速游戏。它就会这样子，然后它就会帮你加速。我实验了之后啦，游戏透过这一款加速器过后呢，通常我们打王者啦，在马来西亚的那个网速通常都会是百亿，有时候 lag 起来的话会去到130、140这样子。但是我用了这一款加速器之后，我没有再跟你吹牛，你看一下我打 game 赛去到多少 ms， 80多 ms 啊，真的是爽到这样啊！是他你。这样又不会，这样我是不会真的当一个废物男朋友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它是免费使用，优惠不断。这个 app 它主要是可以打破地区的限制，国内影视啊、综艺节目啊，全部都可以看到。然后一些中国游戏啊，在我们马来西亚这边玩呢，就可以玩到畅通无阻 ，good。我极力推荐给一些就是平常有在打王者啊、有吃鸡啊、有在玩什么手游啊，或者是平常你们有追一些中国综艺节目啊，或者是中国连续剧啊，在马来西亚是有一些看不到的话，你们都可以去点击下面的 description 那边，我会放所有的 link 在那边，有包括苹果的，有包括Android 的，任何的版本都会在下面的那个 description 那边，你们点击那个 link 过后就可以去下载啦，免费使用，先体验后购买。而且你们到了这个 app 之后呢，它是不需要你们注册啊，也不需要你们给钱，就完全是不需要注册，完全是免费使用，而且可以一键连接，价格优惠。 OK， 今天要给你们推荐的就是这样多啦。总之这是一款非常方便，不需要注册，先体验后购买的一款加速器，所以我觉得无论如何你们都可以下载来体验一下啦。 OK， 所以今天体验当一日废物男朋友的任务就到这边结束啦。嗨，废物女朋友啊，什么啊 Oni， 你讲你是废物啊，这样你就跟观众讲拜拜咯。来 Oni 这样拜拜。 OK， 所以今天影片到这边结束啦，拜拜，我们下集见。